帅哥美女。哎呀，这是谁呀？哎呀，英俊哥，我是潇洒哥。你知道吗？为了迎接你的到来，我一大早起来去隔壁三婶那儿烫了一个头发来迎接你。挺好看。哇塞！我是什么东西？什么鬼？我那个给你们带礼物。哎呀，我认识你30年，我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大的礼物。欢迎欢迎。来就来了，还带这么大礼？对，因为说你们这儿一客栈嘛，然后准备了一些礼物，我觉得都挺实用的。真的吗？对，而且特别。棒！哇，这个太棒了！哎，你看，哇 ，so cool！ 因为小鹿不是在前台工作嘛，然后这就摆前台，然后招财用的。我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太厉害了，你看。这个知道干嘛用的吗？招财。哎，这是一个翡翠白菜、哎、招财的。这个是一对貔貅，只进不出，就是招财用的。全是招财，今天必须有客人。这个是最实用的，这个厉害了。你招了半天财，验钞机是吧？对，验钞机。这个是我们小鹿最需要的。你是觉得我们太穷了是吗？大家一起发财嘛，对吧？这你说咱们哪吃得消啊？好了，吃不消啊！哎，小人人，太酷了 ！Hello， 哎，你先，凯凯，让他们先去拿号吧。我给你们带点礼物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这是我小人同学常远。常远老师。军哥，冰淇淋，谁吃冰淇淋？常远，我们认识好朋友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刚来。什么时候走？明天吧。怎么还不走？再待一会儿，待吃完午饭走。太过分了吧！还有音乐，我。走，我们撤退。怎么样，老板还可以吗？这个还要不要？我砸了啊！这个我砸。长远自己受伤。我们也送你们一个礼物。这店长不比他们大。这是 B 栋的店长，拿出去没关系，拿出来。这是希望你们招财进宝。我跟你讲，没有这只猫，这冰淇淋卖不出去，你知道吗？我说良心话，真的这种东西拿出手，你不觉得寒碜吗？没有，可爱。这都是金的，这可以充电的，很厉害。他会摆手，对，可以摆手。你看，招财，你不摇他也会摆。对，作为财务总监，很喜欢这个招财猫。你看，是不是比车实用一些？还有一个，这个也很棒，这个貔貅。然后、那个、你怎么从兜里面掏出来这么多东西？还有吗？我觉得是这样，如果以后两个礼物相差太悬殊，就先提醒我，让我先把我的礼物拿出来，然后再看他们的礼物，这样我会有面子一些。没有，很喜欢。你少来这套，你反正你也不怕丢脸，就是人家用人家的爱情碾压我们，我们认了，对不对？是认的，对，这要祝福的。这个房子也收下来。这还有一个温室是吗？你也是刚来是吧？我刚来，我今天第一天。我给你带了招财猫吗？那你之后得都在这儿。之后他们可能不想留我，因为你们两个为什么要牵手？我不知道，他们把手牵，有点紧张，误了一些人关系。尖叫声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来了，这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看这里，难怪今天早上说我上班去了，然后你没理我。你在弄我的那辆车是吗？对啊。哎呀，哈哈。怎么这么粉？这个是应援车，今天就是来帮小月月加油应援的。我们先开进去，我去追下狗。那我先坐我的豪车走，一会儿见。
好久不见啊。我刚才一边开车，我一边跟镜头说：“我说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浪漫的事情。”把我的奶茶店搬过来了，小月，你现在是心中小兔乱跳。我第一次看郑恺大红脸，看真的是一个大红脸。有吗？真的是一个大红脸。正都在各种找狗的时候，然后就看一个粉车。我以为是谁告诉你们的，你们都出来了呢。我说我明明说好的，我还要给你们一个惊喜。哎，你当时设计的是怎么给我们惊喜啊？我设计的就是把这车喷成这样，然后啪把它停过来，放着音乐，然后音乐是我昨天晚上自己下的，我就想下这个。先拍一张照片。啊，三二一。给你拿着，我要去。冰淇淋加奶茶。Oh my god！ 因为小月跟我说，她梦想就是要开一个奶茶店。哇！真的假的？好甜蜜啊！你看，你们俩这样特像偶像剧。